是安怎人退酒了后，常常会袂记得饮酒醉的时所做的代志？毋知大家敢有伫社会新闻看过，饮酒醉的人驶车去予警察啊抓落来，毋知是为着要逃避酒测，也是安怎煞起痟做足济无正经的代志。事后退酒了后，煞拢好人讲，因昨暗有做过遐个小代志，有讲过遐个小话，放影片互因看，常常拢甲因惊一跳，讲因完全无印象有即件代志。大部分的人拢认为因是咧假仙，毋过若对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因确实是袂记得家己啉酒啉甲马西马西的时所做的代志，是安怎会安尼呢？这主要是酒精造成的，过量的酒精，予人的头壳失去形成新记忆的能力。讲到咱人的记忆，会使大概甲伊分作两种。第一种是长期记忆，这种记忆会使长期保存，经过几呐个月，甚至几呐冬，拢袂消失去。亲像你家己的名、电话号码、厝的住址等等。另外一种就是短期记忆，看字面上的意思就知影，伊敢那是暂时的记忆，一下啊就会袂记得，亲像拄啊才听到的人名、电话号码、新开业的干妈店住址等等。长期记忆主要是储存伫脑部前缘一个叫做弗兰特洛伯的所在。弗兰特洛伯有无限的空间，会使得真济记忆。用电脑的概念来解说，就那像一个几那千几个歹的硬碟，甲档案放伫遐，拢毋免烦恼会去会无去。短期记忆是伫脑部中央的 hippocampus 形成。hippocampus 随时拢咧接受新的信息，不管是重要的，也是无重要的，拢着送去遐处理。hippocampus 的空间无够额，简单会暂时记录有限的资讯，那亲像电脑的 RAM 共款。hippocampus 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能，就是伊会把重要的资讯建出来，把因传送去弗兰特洛伯的长期记忆库保存。剩的遐较无重要的信息，就加单线角，即会使避免咱的头壳去底上济无路用的资讯，浪费资源。所以讲，新记忆若要长期保存，就必须爱甲伊转去弗兰特洛伯的长期记忆库。酒精对脑部运作的影响，最明显的就是扰乱记忆的形成。因为酒精会阻碍 hippocampus 传送资讯去长期记忆库的功能，让饮酒醉的人无才调把发生在周边的代志记录来，
希望这只是短暂的影响。不过，一个文献已经有报告强调酒的害，对长期爱啉酒的人，酒精会让伊的脑力造成无法度挽回的伤害，实在要谨慎啊！